水族館の大きな水槽で1200匹以上の魚が死んでいた。東京の池袋にある水族館、サンシャイン水族館には大きな水槽があって、自由に泳ぐいろいろな魚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サンシャイン水族館は8日、この水槽にいた24種類の魚、1235匹が死んでいるのが見つかったと発表しました。死んだ魚は水槽にいた魚の 90% 以上です。この水槽では体に点の模様が出る病気の魚が増えていたため、7日、薬を入れました。そして、細かい空気の泡を出して水槽の水をきれいにする機械を止めました。水族館は、機械を止めて水の中の酸素が海の水の半分ぐらいになったため、魚が死んだのかもしれないと言っています。水族館は空いていますが、この水槽を使うイベントはしばらく休むことにしています。水族館の大きな水槽で1200匹以上の魚が死んでいた。東京の池袋にある水族館、サンシャイン水族館には大きな水槽があって、自由に泳ぐいろいろな魚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サンシャイン水族館は8日、この水槽にいた24種類の魚、1235匹が死んでいるのが見つかったと発表しました。死んだ魚は水槽にいた魚の 90% 以上です。この水槽では体に点の模様が出る病気の魚が増えていたため、7日、薬を入れました。そして、細かい空気の泡を出して、水槽の水をきれいにする機械を止めました。水族館は、機械を止めて水の中の酸素が海の水の半分ぐらいになったため、魚が死んだのかもしれないと言っています。水族館は空いていますが、この水槽を使うイベントはしばらく休むことにしています。好，大家好，我们看今天这一篇哦。水族館の大きな哦，大きい有一形容词，也有那形容词的形。那你这边大きいな很明显是那形容词加那加名词。水槽で哦 ，de 是在。我们如果说 de 用 de 来当在的话，是强调后面的动词哦。后面的动词是什么？死んでいた，死掉了。死んでいた死掉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我们死的这个动词的原型叫做死ぬ。好，那我们改成状态叫什么？死んでいる。死んでいる是什么？现在在死，进行式，现在在死，现在死了，有没有？可以，如果是正在什么正在死，或者是死了现在死了，那你改成死んでいた哈，过去式什么？过去死了，不是现在死，是已经死了过去死了就死了 ，OK， 好。好，再看回来哈，所以那好，我们这个那个 P 哈 ，P 念 hiki。好，动物几只哈，还是鱼几只叫做 hiki。那音变的话可以念 biki。好，音变念 biki。好，我们看一下 ，senihaku biki。好，19是超过，数字加19是超过，所以超过1200只的鱼。哦，刚刚强调前面的对象是哪一个？强调主持是哪一个？强调说有1200只的鱼。信得打。死翘翘了齁，死翘翘了。好，
我们来哈、哦，我们看一下 Tokyo no Ikebukuro 哈、哦，尼阿鲁是在哪里的在，所以在东京的哈、哦。好，那我们这边动词原形加名词哈、哦，水族館哈、哦，在东京的水族館的水族館，三虾影哈、哦，三虾影是那个英文的，那个英文的三虾哈、哦，那个怎么讲阳光哦，看一下。这个哈、哦，英文的三虾影哈，阳光哈、哦，阳光的意思哈、哦。哦，这是外来语。哦，水族館にはに是在哈、哦，你就在哈、哦，在这个水族馆，在这个三虾影水族馆。大きな水槽があって，它有一个很大的水槽。OK， 好、哦，我们看一下。好，就是这个，这就是。三下营水族館哦，水槽的这个很大的水槽 ，OK， 嗯，一个很大的水槽，好。自由に泳ぐ，哦，泳ぐ，哦，自由是那形容词，哦，加に加动词哈，哎、哦，自由是那形容词，加に加动词，啊，你泳ぐ是游泳，所以什么？自由的游泳、哦、自由的游泳哈，いろいろな魚哈，好、哦，各式各样的鱼哈，さ、いろいろ是各式各样那形容词的鱼，哦，那你这边是动词、名词加名词，那你这个是一个组合过的很长的名词哦，各式各样的鱼，所以自由的游泳的各种的鱼，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哈，ことができます是第三次句型哦，能够干嘛？哦，所以能够看到各种哦的鱼在那边自由的游泳哦。三峡影水族館は右卡哦哦右卡八号三峡影水族館は右卡この水槽にいた哦にいる是在哦にあるは是在哈、哦、在哪里的在哦にいる也是在哦那他用过去式因为。过去有在，现在不在，因为死光了吼。过去有在，哦，所以在八号吼，哎，好、哦，这应该是哦，可能水族館にいた哈，在这个水族馆的，哦，不是在这个水槽的。你就修理の魚哈，二十四种类的鱼。千二百三十五匹が哦，有1235只，哦，死んでいる哦，死掉了。哦 ，no 是那个名词化，可以动词加 no 名词化放在嘎前面。mizukata 是看到，哦 ，mizukata 是找到看到，哦，所以看到了，倒过来翻，看到了有这个24种鱼，哈、哦，1235只死掉了。と発表しました，哈、哦，哦，発表しました就发布，哈、哦，就他们就发布了，说有这么多的鱼死掉。好啊，这好像没办法。好，死んだ魚は哈，好，动词基本体加名词啊，但是已经死了，所以用过去式哈。死，原本原型叫做死ぬ，怎么样？然后ブルームエン变，所以叫死んだ。好，好，死掉的鱼。好，水槽にいた魚の是这个水槽。哦，你打是在这个水槽的鱼 ，90% 一九 days 哈，是超过了九成哈，一九蛮超过，所以超过九成的鱼死掉哈、哦。OK， 好啊，这个百分比我们叫做哦 percent 哦，我们看一下百分比怎么念 percent 哈。啊 ，percent 是这样念，哦，所以它超过90%，哦，怎么讲？90这样 ，90% 哦，然后后面超过什么？19，哦，所以超过90%，哎，好，好、哦，この水槽では，哦，在这个水槽。
哦，卡拉达尼，哦，卡拉达是身体，哦，这边应该是指鱼的身体，尼是在鱼的身体上面，哦，天哦，摩哟，哦，它这个摩哟，哦，摩哟，你看上面有写，哦，卡扎里尼斯鲁卡达吉亚 A，啊，尤斯阿里萨玛，哦，我们来解释这两句，哦，啊，看一下，哦，好，第二个卡扎鲁，卡扎鲁就是装饰的意思，哦。或者是摆放的很好看，做装饰还是摆放很好看，叫卡扎鲁。哦，那它这边改成名词卡扎里。好，我们看一下，尼斯鲁哈，好，尼斯鲁是做哈，要做装饰的。好，OK，卡达吉亚 A 哈的形那个形状，哦，或者是这个图，好。好，第一个是这个意思哦。那这个我们就是翻装饰的图案呐、啊。然后第二个它要写什么？钥匙，好、哦，钥匙是什么样子？哦，阿里萨玛，阿里萨玛也是一样，哈、哦，什么样子？哎，我们再看一下哈、哦，它这个我们刚才这个哈、哦，这个模优哈、哦，这个模样哈。哦模样它有两种解释哈，一个是什么？卡扎里尼斯鲁卡达吉亚 A 哈，去做这个装饰的这个哦形状还是图哈？还有摩尤的意思什么什么尤斯什么样子？什么阿里萨玛什么样子？哈，那我们来看这个，我这边有查哈，大家来看一下例句哈。好，我们看一下。那我们用它比较用的那个什么花样还是图案有没有？哦，什么图案哦？哦，我看一下，那没有发音哈、哦。好，好，这边有看到吗？哦，好，模样是好的，原来意思是什么图案？有没有？好、模様のある布。哦，模様のある。好，这个布叫做布呢，就是什么？哦，有图案的布哈、哦，那个布上面有图案，有没有？哦，那个看一下哈、哦，模様是有什么花纹啊，图案啊？模様のある哈、哦，明哦。名词 no 名词哈、哦、，OK 好，那你这个布叫做 no 哦，所以就是哎、欸，这个是有它这个布上面是有花纹的哈、哦，有花纹的布哈、哦，好，这是第一个意思哈、哦，哦，第一个例句哈、哦，我们看一下，好，看第二句，白地に青の模様。哦，好，这个白地有没有？这个白地就是那种。白色的纸或者是白色的布，哦，OK，许多纸就是哦，白色的哦，纸还是那个有布哈、哦，它的是那种白底的哈、哦，叫许多纸，哦，那我们看一下，许多纸呢，奥伊，哈，念错了，许多纸呢，奥诺摩尤，OK，然后就是那个是它是纸还是布哈、哦，然后它是白底的。然后它是蓝色的这个图案，哦，白底蓝色的图案哈、哦，那我们直接看一下，哦，这里面那个白底西游记是白底的，哦，那 RO 是蓝的，啊，摩又是花纹哈、哦，所以是白底蓝色花纹哈、哦，蓝色图案哈、哦，好，我们看一下，好，哦，这个图跑得有点慢哈、哦，好，我们看到这个。白底蓝色的花纹叫什么？西罗吉尼奥诺摩尤哦。好，哦，白底，然后蓝色花纹怎么样？西罗吉尼奥诺摩尤哦。好，我们要看哦。米兹他玛摩尤哦。水玉模様。哦，水尿米汁嘛，啊，我们这个玉，我们说玉是球形的，还是圆形的东西？那米汁它嘛叫什么？水球，
还是水珠哈、哦，水球还是水珠？那米字塔马摩优是什么？就是水球的那个花，水球的图案，水球的花纹。我看一下。哦，哦，水球的这种花纹有没有？水珠花纹哈、哦。嗯，看一下，米字塔马摩优哈。好，你的玉。哦，可以念塔吗？啊，如果音变就念大马哈。好，那这个没有音变哈，你打的时候就知道哈。你譬如说，我现在打名字大马哈，好，你这样，你看下面这个就没有连起来，就什么，就不是这样念。啊，如果是正确的，你看一下，正确它下面会连起来一个黑体字，有没有？所以这个叫名字他妈什么水球还是水滴摩友图案。哦，水滴的图案，哈、哦，水珠的图案，嗯，好啊，这个很常看到，喜妈摩友，喜妈摩友，哦，喜妈摩友，哈、哦，我们看一下喜妈，喜妈是条纹的意思，哈、哦，好、哦，汉字这样写，喜妈是条纹，哦，按、啊、这个摩友是图案，哈、哦，喜妈摩友，哦，喜妈摩友的裤带，内裤带。喜妈摩友内裤带哈，那个哦，我看一下什么花纹图案的领带哈、哦，这个条纹图案的领带哈、哦，再讲一下这个什么喜妈摩友内裤带哈，花条喜妈是条纹，条纹图案的领带哈、哦，哎，看一下。哦，喜妈摩友哦，条纹图案的哦。好，哦，那我们这个补充到这里，我们往下看。嗯，好，那你这边哈、哦，我们这边呢，この水槽では哈、哦，在这个水槽啊，体に在这个鱼的身体上面，天の模様哈、哦，什么有那个点点的那个模样有没有那种斑点的那个？哦，模样是什么？斑点的图案，哦，模样翻图案或者翻样子，哈、哦，它有那个点鱼的身上有那种点点点点的那种样子，哦，点点点的图案。delu 是跑出来或产生，哦，所以鱼的身体上有产生这个一点一点的图案。病気の魚が増えていたため，哈、哦，ため是因为，哈、哦，因为这个生病的鱼，那増えていた，哈、哦，增加了，哦。看一下，好，虎尾乳增加，那虎尾乳增加，哦，啊，虎尾特一路哈，增加了，好、哦，那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式了，所以虎尾得打，好、哦，虎尾得打，好、哦，因为增加了，那你他没把它当名词接，他没是因为哈、哦，因为增加了那个生病的鱼哈、哦，是，哦，好，大外翻，因为哈。哦这个在这个水槽身体上面有点点的齁、哦、产生点点的这个生病的鱼齁、哦、它增加了。所以ナノカ所以在7号的时候クスリを入れました。所以他们有クスリを入れ有放药进去齁、哦、那我们有投药进去这个水槽。齁、哦、你的大主词是水槽。那第一小句是什么有那个鱼齁、哦、生病鱼增加了。然后第二小句是什么七号，哦，七号就把它投药，哈、哦，投药到这个水槽。そして，然后，細かい空気の泡を出して，哦，細かい很细小的空气的，哦，这个泡是什么？泡泡。を出した，哦，出した是拿出来用出来。那这边应该给它翻，哈、哦，用出这个小气泡的，哎的这个，哈、哦、，OK。那我们可以翻产生齁、哦、还是要去制作齁、哦、这个小气泡的。齁、哦、水槽の水を齁、哦、然后要把这个水槽里面的水きれいにする齁、哦、要用干净的齁。齁、哦、機械的这个机器哦止めました齁、哦、好你看你这边这一句比较该死的齁、哦、好。你这边这一句是止める。头没有是
他动词能去能去把它停止，哦，能去把它停止，哦，啊，你头马路就是停止，头马就是翻停止，比较没有强调说能去把它停止。那你这边用头马路是有人，哦，还是水族馆？应该是水族馆里面工作人员，他就去停止，哦哦，他就去停止这个机器。那这个机器是干嘛的机器？哦，这前面这一边在叙述这个机器是在干嘛的机器？哦，好，这一句在前面，这一句最简单的构造是什么？名词 O 动词停止机器。那停止什么机器？停止你要把这个名词 O 提炼使用，你要去把水弄干净的。哦，水那什么？把水槽的水弄干净的。然后他会去把石头拿出来，哦，他会去做出来，他会去做出来这个很细的这空气的泡泡的这个机器，就有人该死的人就把它去把它关掉，好，哦，然后水族馆挖，然后水族馆，哦，好，挖强调后面好，哦，怎样，哦，挖强调名词后面的说明，哈，機械を止めて，好，这个机器停止了，水の中の酸素化，好，哦，酸素那个，好，哦，酸素，哈，哦，酸素酸素酸素就是氧气，散手就是氧气。好，哦，哦，由散手运动，哦，由散手运动就是那个有氧运动，哦，就是，哎，可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奇怪，哦，哎，由散手运动，哦，由散手运动就是有氧运动，哦，有氧运动就是你跑步啦，还是哦，跑步还是游泳，哦，然后会还是健走，哦，会搞到身体很喘的，这个叫有氧运动，叫有酸素运动，哦，二酸化碳素，哦，哎，好，我们就学这个好了，哦，有酸素运动就是有氧运动 OK 好，哦，嗯，所以这个米兹诺纳卡诺散手嘎吼，他说这个机器停止了，制造小泡泡的那个机器停止了吼，然后这个水中的这个氧吼，乌米诺米兹诺含本库拉伊尼纳达吼，就变成只有海水里面吼，库拉伊大约是海水的一半的浓度吼，氧浓度就变成海水的一半。他们是吼，因为还是为了啊，这边很明显是吧？因为氧气浓度变得只剩一半，サカナガシンダ，哦，鱼死掉了。好，哦，这个 no 是强调哦。カモシェ那也是我们的句型，说不定鱼就因为这样死掉，因为缺氧死掉了。トイデマシダ，哈，トイデマシ，他们是这样子讲，哈，哦，他们是这样讲，所以水族馆讲是那个制造小泡泡的机器被人家关掉了，所以鱼就死光光。哦，水族館は空いています。哦，好，这个阿库是自动词。哦，阿库自动词。哦，开。哦，哦，那你这边空いている应该是哦，态度我们翻状态，我们翻者来是的。哦，水族館是有开着，水族館是有开着。哦，但是诶，この水槽を使う，哦，使用这个水槽的。Event 是那个活动，哦，是那个，哦，这个水槽的这个，哦，观赏鱼的这个活动有没有？西巴拉库是副词，暂时。亚斯姆，哦，亚斯姆是休息，还是应该这边翻暂时休息，哦，还是停止，哈，哦。Kodo ni stay mas， 哈 ，Kodo ni 食物，哈，怎么做，哈 ，Kodo 事情，食物是做，所以暂时就是，这个水槽就没有鱼了。哦，然后暂时就休息停止，哦，好 ，OK， 好，你看一下，好，你看一下这个有很多鱼有没有？这个水槽，这个大水槽有很多的鱼哦。好，我觉得这个广告很好，哈，哦 ，Kimi wa sora tobu， 哈，说 Kimi 是你哦 ，sora 空中 tobu 在空中飞的哦，那个什么 Penguin 哈 ，Penguin Mitaka， 好 ，Mitaka， 你有看到这个 Penguin 吗？哈，哦。平均我没有学过怎么念齁，那没有学过的话我们就查一下齁。
平均是企鹅，我不知道这个字的重音在哪里哈。那趁这个机会查一下。Penguin 哈。Pengu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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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鹅哈，那我们教完这一句就下课哈。哎，颜色。哦 ，Kimi wa sora topu 哈。他说 ，Kimi 是什么 ？Kimi 是你哈、哦。啊，记住哈、哦、，Kimi 不能对长辈讲 ，Kimi 像 Anata 一样，就是你，但是他只能对平辈讲，哦，不能对客户，也不能对老师哦，不然就代表你好像跟他一样大哦，他没有比你大哦。Kimi wa 哦，会也可以对晚辈讲哦。好 ，Sora 是空中哦 ，Topu 空在空中飞哈。哦Top 是飞啊？为什么用原型？因为动词原型加名词哈。哦 ，Penguin 哦 ，Penguin 是企鹅哦。Mita 是看到 ，Mita 卡在后面是问号，所以你有看见过在空中飞的企鹅吗？哦，它这个水族馆没有它的，嘿，就是。哦，上面有企鹅，还有水哦，然后有玻璃，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在空中飞哦。哦，他们最有名的好像是这个哦。好，好、哦，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水槽啊，这个水槽后来就是鱼死光了哈、哦。嘿 ，OK， 鱼死光要变这样，全部都没有鱼啊、哦。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